好讨厌这俩人，真的想说，LOL怎么送了那么多。 2024年英雄联盟职业联赛春季赛季后赛。 首先，让我们欢迎苏州 LNG Ninebot Esports。 看一下这波薇薇了，龙技能又是，可能抢到了，薇薇抢到了龙，是的，而且鳄鱼一下子咬 MT 身上，但是吃了比较多的伤害，旁边薇薇这波在大龙坑里面好像挡不住对方伤害，但怎么想动手，大树直接开大招了，有闪的，高塔反正换一个，换一个，大刀贴过去，再戳一下，戳死，换掉了。 斯高塔过金身，但是队友没有赶过来，斯高塔只能原地等死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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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A 八的果实过去之后，旁边卢仙也滑上来，小虎也要死，这波千载难逢的机会被 LNG 把握住了，哇，就这波紫卡也拿到一个人头。来，哎，兄弟们。第一时间往前扛，还等下个黄牌能不能游到一勾，已经走位给走开了，刘宗宗第二天倒地了，暴女开始了收割模式，这个位置小黄感觉要点斩一下刘斩死，这边暴女给收割了，自感的位置开始了大面的一个终极形态，再往前跟一个深渊潜航去阻挠一下，这舌头能不能舔住，舔住了，减速刀也要死啊，小虎也被拿下了，灵幻舞拿下了，拿下了，决胜局了，现在两边的选手也都放开去打吧，燃烧自己，在这个舞台上不留遗憾，比赛正式开始。伤害应该是不够致死的，那这波小龙很危险了，微博还哎呦被炸死了，炸了这么一个，搞得还有机会，还要反打，好凶啊 Scott 被弹过来 Scott 这波没有吃到 Scott、Scott 要死了，这个意思是这都没死，火能大招弹出来，那的意思是嘎了，闪现一枪嘎了，闪现上前，好像先看大招想去打、这火能大招大的挺不错的，哎，这波要打团吗？ WBG 要想一下、不能再接了， WBG 感觉要交闪，鳄鱼三岛买了一个猪的枪，好了，小胖直接走过来被晕住了，不过旁边的他们直接闪现过来吃，但是小胖能活下来，小胖倒下来，小胖倒了，